那我们来讲一下有哪些食物可以清我们的血管，防止血栓。那酸性的一些食物，好，包括柠檬啊、醋啊这些，还有凤梨，它有软化血管，还有软化我们的肌肉的作用。好，比如说这个凤梨在煮肉的时候放一点凤梨的话，这个肉质会比较软。凤梨其实它对于身体代谢不好，肌肉变得比较硬，其实是有帮助的。另外呢，发酵的食物像比如说纳豆、味噌，还有泡菜，纳豆它的纳豆激酶有抗凝血的作用。其实是非常好的，味噌对预防血脂、促进代谢来讲的话，在养生上也是非常好的。